们看不到了。切换吗？三个美女，哎，老中青。小牡丹，牡丹是大的，开牡丹，这小牡丹。穿，你们都穿了粉色，看见没？今天我娜娜还有杜艾丽娜还有奶奶都穿了粉色。啊，我是配合我的孙女儿、是吧？嗯。这个大家可以看看，这个我们洛阳牡丹花都开了啊。奶奶，可以看一下，非常好看，各种颜色的牡丹花。是的，看。对。紫色真好看，特别。嗯。紫色的。这不是紫色吧？这是粉色吧？啊，有紫色，有，你看我们高兴，我们高兴，你看，嗯，对，丽娜，哎，你慢点，别给他车给踢没了。走，我们看花。上个礼拜我给爷爷我俩带着杜鑫来看了，今天带着戴丽娜来看了，对啊，那戴丽娜开心了，爷爷我也想走。你也想做，没问题。你骑不了，你在骑我头上。你但是杜总，我不可能，我没有这样。宝贝儿，你多拍拍花，叫咱们家粉丝多看看咱花，省得再花了一张票50块钱，让他们省一省，不用来了。啊，现在这个平时好像不要钱嘛，花卉期间要，平时那个这个动物园要。15块钱、还是25块钱、不记得。上个礼拜我们来的时候是30块钱，今天就是50块钱。今天怎么花开了？嗯，开吧。那大家看一下。上个礼拜就开的没有那么多。洛阳牡丹还是很出名的啊！一到4月份，整个牡丹花都开了，有各种颜色牡丹。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个公园的花就是这个公园花的最好的，这个洛阳市。啊，就是王城公园啊，洛阳十几个那个牡丹花，就这里花最全最好。真的，不是人家要了票，要的票有所值。嗯，我们有春色，咱们不是洛阳市，咱们要了，咱们要来洛阳看牡丹花。嗯，对，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来我们这儿看。外国人，现在外国人少，以前可多外国人。哎，杜艾丽娜开心啊，坐到爷爷，也还拍爷爷头了。爷爷头也是大牡丹，你看，对丽娜，对丽娜，你看花喜欢不喜欢？喜欢嘛，这个进来就哇叫。这个牡丹花这味儿也好闻哈。对，很好闻，而且这个牡丹花不仅能观赏，还能食用。嗯，牡丹花茶很好喝的。对，还可以蒸着吃，那个花瓣落下来。对，可以牡丹花饼嘛，咱们洛阳的一个特产。好吃，好吃牡丹花饼，鲜花饼。嗯，还有可多动物能看不懂，可以看。你看杜艾丽娜，那小脸，小脸晒红红的，真可爱。这个现在还不是花卉期间，等到花卉期间，就是整个就要开放了。现在只是说开了有个1/3，啊，等到花卉期间，然后全部开了。百花齐放。还有那个星期六，我们去给杯杜鑫来。啊，杜鑫上个星期来的时候还没怎么开的。开了2-3个池。啊，现在基本上，这个因为这天气热了嘛，所以说这个牡丹花都开始开放了。这个一个月，整个就是4月份都是这个花期。嗯。你看这个跟手一样大，比手还大的花朵啊，牡丹花，不可以啊！你可以养牡丹花，就是在来洛阳的话，可以买牡丹花的种子带回去种。但是我们洛阳的气候更适合种植牡丹花。对，这还有一个牡丹花池啊。那个花不一样的颜色，我就觉得就是你这还有人想。对，丽娜喜欢看吗？都是看动物啊。看牡丹花的话，可以看看动物。看动物没得看，爷都动物。丽娜，你吃洛阳肯定要喜欢牡丹花。你这个动物不好看。对，杜丽娜还真是洛阳人，是吧？嗯。牡丹花泡茶。这个多大？看这个牡丹花多大？这个。那真好看啊！牡丹，哇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你看这个粉色那个已经开了，这个是淡紫色，哇，漂亮吗？喜欢吗？我特别喜欢那个
红的东西。我看看看那边。啊，这块呢？我们是好牡丹花，我们最漂亮。哦。爷是黑牡丹，你是粉牡丹，他是白牡丹，白牡丹。白牡丹多呢。嗯，看这个。哇，就是那个看下一个是。对，这一株很好，这很多都没开的，你看到没？基本上只开了有个三分之一。等到全开的时候更震撼，更漂亮。维琳娜有点困了。嗯，一困就叫妈妈。你刚才说谁的？叫妈妈还是叫爸爸？叫爷爷了吗？妈妈。急着过去。要找妈妈了。现在认妈妈以后的话，真的是一到晚上都只找妈妈。嗯嗯，你说话，你说带个车他也不坐啊，这个车也不坐啊。我喜欢牡丹花，说话呀。他困了困了。爸爸，这个樱花很好看呀，中国的樱花。对，春花，春花好看。河马午休了，看不到他睡觉了。一万倍！哎呀，维琳娜也睡觉是吧？老虎都睡觉了。我在中国形容女的可以说母老虎。不知道。就是很厉害的女人。你说真的？真的，你就是母老虎。你说我是母老虎。我不相信你。你说我是母老虎，快点。我不嫌弃你。你说一下。说什么？我是母老虎。我是啊，不是，我不相信你。快说，你问，你问粉丝嘛？你说我是母老虎，好不好？我是母老虎。啊？母老虎。啊，母老虎。啊，说嘛。我是母老虎。对啊，粉丝，那俩是母老虎，厉害不厉害？对对对。我是母老虎。那个是母老虎，这个老虎跑出来了。妈妈吓我一跳。你加我什么？没有。你加我什么？对。没叫你什么，我是夸你的。母老虎是形容很好的，知道吧？啊。啊，这个是。我是属虎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 你是我老婆，你也是，你就是母老虎，知道吧？很厉害 ，wonderful woman。这是白霞，他教我不好。没有，很好，很好。我不相信，母老虎就是厉害，说这个女的很厉害。嗯，很厉害，厉害，你不是知道吗？厉害，很好的意思。对，丽娜醒了。对，丽娜，你给他们喂吃的。他自己上去。哎呦。来一个你不能吃，知道吧？下一个是那个。来、给小动物梅花鹿。那个也来了，那个小鹿。哇、，Bambi， 看看看，多点看。给 Bambi。哇，打击了。你还抢着？他一点都不害怕啊！他不害怕。哎呀，来，丽娜，给他。哎呀！哎呦呦呦呦呦！饿了。给再来一个宝宝。还有最后一个。嗯。给送点宝宝。哎呦，对，丽娜。对，丽娜，你要舒服，知道吧？你看你这小婴儿车，小伞一打，千金带雨啊，是不是？请上车。看这个是黑牡丹。这不是黑牡丹吗？这个叫黑牡丹，真的，人家介绍了，我看了。啊。我要牡丹加香，看起来。对，洛阳牡丹甲天下，还可以吧？嗯，你的中文要好好学啊！所以，就是各位家人们，可以有空的话来洛阳看牡丹，我们这边牡丹花还是很好的。在全中国都是出名的，除了菏泽的牡丹可以跟我们媲美，下来就是我们洛阳牡丹了。特别喜欢。嗯，白色的。哇，这个好看。
这个好看，这边都好吃，我的天呀，特别好看呀，哎呀真好看，显示不是等奶奶穿这个衣服啊，穿汉服啊，啊杜雨欣喜欢穿汉服，嗯，他说对，嗯，小金欢迎到洛阳来，欢迎到洛阳来，咱们去看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